大家好啊、哦。那今天风和日记鸟叫声 ，OK。那今天我们要往东走，往东走去哪里呢？我们台湾的东部就是在宜兰、那苏澳、花莲、台东这个方向。我们今天要去一个地方，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，它有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，叫做玻璃沙滩。它还有一个很让人家惊悚的名字，叫做贼仔澳，查拉欧，就是专门就是有很多贼哦，有很多海盗出入的地方。跟着老师的镜头走，我们今天会给大家大惊喜。来到玻璃沙滩，一定要认识这个人，就是我们贼仔澳玻璃沙滩守护者黄阿伯。我来啊，靠手臂扛手了就。对啦。啊啊！突然到什么讲，介绍看到背了，这个笨手指，笨手指，我想我是伊个啊，左手指的吼，左手指的嘿，笨手拢做起来了，哦，都遐了，哦，十四小时拢会拢在做，哦，对，二十四小时啊。我啊，迄有迄人人搞啊挂杆啊，有啊无啊，迄个二十四小时在烧。啊啊！外久啊？到即摆外久啊？迄个倒笨手到即摆几年？安尼，我们看嘛无晒气啊，我呾年纪遐侪岁。啊！你叫他国产去啊！你较早他几岁时，人家咧倒粪扫是倒几？他几岁？这个差不多，我有三十年无，超过吧？较久啊，较久。讲这个所在即马嘛较少人知，伊讲山啊爬山过嘛吼。哎呀，无啦，这个就是粪扫迄当中。啊，即马无啊啦，即马规个干啦。我的干了真多哦，哦不是哦，真多。跳沙子大个咯，这家伙我知个呀，因为台北去啊。哦，跳阿济。好，阿跑票跑票往顺。哦，你阿即马无拍无阿济啊？当然，几年啊。拢无海燕冲嘛冲完去啊。唔是，从你遐佚佗个，哎呦，抓下跳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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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跳一个，跳久了无啊？有啊，跳下几啊十米来。跳过来十米啊。对哦。哦，谢谢阿伯，你身材足空间的呢，你几岁？八十六哦，八十六哦，真的身体有够好，真的身体八十六哦，八十六像你安尼，这个身体。哎呀，起来就起来安尼。爱运动哦。了安尼，跍落去，好安尼啊，哎，卖是脚头乌，哦，起来起来。你安精神足好，啊，你姓啥？我姓吴，身体有够好。哦，现在就这个地方是看到有海岛，有海盗，啊，又从那盘古洞过山边去，看你去躲掩，啊，就沿着它身边走，海盗就会出现，帮他们抢东西。啊，为什么会有玻璃沙滩？就是以前很多垃圾都往这边这个坑里面倒，啊，倒久了，对，倒久了之后那个玻璃啊，碎玻璃啊，后来现在没有倒了。那我听起来，你这应该超过三十公里了，所以啊，那玻璃就每天也常常有人来捡。那所以说玻璃沙滩因人而异，那这个地方就有人来整理，有人在那拍过片子，那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少人知道的地方。那我们今天等一下走这个小路之后，有一个要攀绳子下去下面，对，攀绳下去下面。那我老师这边没来过，那希望今天能够拍到一个好照片哦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出发了啊！好，走，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贼仔澳，我们来当海盗。听说贼仔澳这边以前是海盗出没的地方。那个玻璃沙滩的确是美景啊，这里的就像一个无人的一个禁地啊。那刚刚听了那个阿伯的黄伯伯的一个介绍之后，才知道原来这个地方以前是海盗在栖息的地方啊。那为了要抢夺海上的这些帆船，所以说他们就躲在这个地方，所以说形成了这个名字叫做贼仔澳哦。那后期因为这边被倾倒了很多的垃圾，所以说造成了很多的玻璃瓶就在这边，那长期受到风吹雨晒哦，之后慢慢这个玻璃破掉之后，就变成一个玻璃珠的感觉啊。那现在因为事隔很多年了，所以说玻璃每一年都很多人来捡到最后现在玻璃也不太有了哦，但是的确这是一个秘境，而且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秘境啊。那这个地方那个夕阳跟日出的一个方向哦，我个人是觉得日出方向应该是比较漂亮，但是夕阳的话应该在下午四点多来的时候会很漂亮，整个山壁上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光线哦。
非常美的地方，绝美的地方，那非常推荐大家来，尤其这是一个秘境，摄影人的一个处女之地，那有机会一定要来，那就位于我们南澳的这个贼仔澳，贼仔澳，那大家一定要来这个地方，相当相当美哦。这个水的慢速，大概拍2秒钟左右，那刚好这个海浪刚好会成扇形，那往下拉的时候再按快门，相当的美，哇啊，漂亮啊，漂亮啊！玻璃山好多玻璃哦，哇，真美，真的很美，有没有袋子啊？装一个啊，好漂亮的玻璃哦，真的真的好美哦，随便一抓都有玻璃。贼仔澳漂不漂亮？注意哦，上上上哦，回去了啊、哦！今天真是心情上温暖。哎呀，遇到好天气，又遇到大下大雨，还有整个海浪把我身上全部都打湿了啊、哦！那没有关系，我们今天那个虽然有点晚了哦，可是我们还是会再次来挑战我们贼仔澳玻璃沙滩。我发现这边还缺乏一个元素，是什么？阳光、美女、沙滩。蓝天白云，还有什么比丘尼？不是比丘尼，是比基尼。好，下一次我们再次挑战贼仔澳玻璃沙滩，我们就把阳光美女带过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？玻璃沙滩。今天阳光、沙滩，还有什么？对，没有错，阳光、沙滩。比丘尼，开玩笑的啦，阳光沙滩比基尼，我们今天有个美女哦，影片看下去，让你们看到美照还有美女，跟着老师的镜头走，走，出发喽！天白云，沙滩还有美女，对，今天有美女哦。我们今天有比基尼美女，所以说我要下去了，去看比基尼美女，走。那这个天然的洞穴刚好是剪影，非常的漂亮，这个洞穴非常大。等一下我们来拍一下那个这边的拍摄的手法，人要站在这个亮部的位置来拍这样的一个剪影啊。那而这个洞穴往外看，在旁边这些石头一只一只的，就像片岩一样，非常的美哦。这个是我们南澳段比较少人知道的一个位置哦，在玻璃沙滩。地上全部都是玻璃所呈现的沙子啊，这边的岩层有点大理石，所以说这个整个的一个岩层的石片，一条一条的白色的，相当的美啊。这个 NG 会给你来回重复滑倒三次。
要订阅我的 YouTube 的频道，加小铃铛，随时有一些秘境跟拍摄的手法会分享给大家。拜拜。